分世嘅场合啊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潮州精神好似少少跳起咗嘅，咁啊后边咧一代天骄绿色有料啊。好啦，睇翻前面稳阵啦，前面咧就好如意放啦，撼天铁翼就第二位，内栏第三咧仲有顺势赢啦，出边第四位咧咁啊仲有超劲宝宝啊，第五位咧黄衫，咁啊埋边咧就川河冠区啦。好啦，最后200多米啦，见到呢只好如意放得几顺，接嚟咗一个新位啊，见到中间位置撼天铁翼追紧，外边潮州精神啊，内栏嗰边咧仲有川河冠区，出边。上跟嚟嘅圣神威，最后100米到，好如意仲有优势，外边追又撼天铁翼，入边上跟嚟就川河冠区，接近终点，川河冠区埋边窜上嚟，成为黄之云出道以嚟嘅第二场头马，中间位置有一只好如意，外边啊撼天铁翼，第四名咧，咁啊埋边有少少唔够位啊，嗰只就顺势赢啊，咁啊呢只好如意放到好顺噶啦，但系埋边逐步上嚟，川河冠区啱啱到先啊。第三名撼天铁翼，第四名嘅马咧系顺势赢。喂，伟哥，食伟哥啊！屌，